内非常有潜力的啊，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有潜力。然后今天我们就要挖掘一下你们的这个潜力到底有多深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抽这个，抽出来，看你的水到了。不是，是慢慢的给它抽到这儿来。对，这个说对了，这好点。这可难可难了，嗯、这可难可难。那你先来。好，一起。两位聊一聊，三二一拉啊！这个，来你来。你也傻了，都得傻。快试试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们需要自己补充纸，这个也算在时间里。怎么补充纸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看谁先拉过来吗？是吧？放短一点弯了。不可以放短，就在你们这个位置上。对对对，这样。我还是这边。对。断了要重新来哦。从头啊。啊，纸给我点纸。啊。哎呀你干嘛？对不起。你是故意的吧？哎，可以吧？丁哥第一个，继续。啊，我们还有纸在这儿，还要继续啊？对，你们俩继续。太多水了，我这根本没办法。我以为就一次就行了，结果我刚在这儿呢。你的纸呢？断了两次了。好了。太笑了。嫦娥跟吴刚的经典影视片段。这一条险一位幸运队友一起出三个鬼脸不丑的算。挑选一位幸运队友十指紧扣对视一起唱深情版的大时代。待会儿进来了，沉默了。我晒干了沉默。这啥呀？我身体摆在你面前。公司一，我去了，必须把这个演完就行了，这是他的独角戏。你总归有一天是我的，是我的。我是你们三代我谁先啊？我这么好的身体摆在你面前，你忍得了一天？可是你到了第十天，你要做他那个动作。可是你到了第十天，你还能忍得了？我就不信你躲得了初一。躲不了十五，嫦娥有一天，你总有一天什么会是我的？为什么这种词儿啊？随机挑选一位幸运队友一起出三个鬼脸不丑的不算。怎么了？现在人都怎么了？从此刻起，你必须一直用撒娇语气，直到工作结束。哇哇，好难受！干什么？我挑一个吧。不想挑。我挑一个。哎呀！挑我吧。来吧，文文。我感觉你坚持不了队伍的。三二一。哎，你怎么不做呀？对，三二一，不丑的不算。很丑，丑死了。丁哥来重判啊！这个，你这是。好，第三个。好，这个算，这个算。好，下一个。做了一个。没有，他做完了。他是鬼脸。我做啥？第二个了，第三个。这。好。
这个什么鬼？谁想唱《大时代》？你跟他唱《大时代》吧。我不搞这个了，我刚刚做了什么了？谁想唱？赶紧来！你说那什么？来。来。时代，我的美梦一场，缠绵我血肉，我的心已经断绝。怎么词儿都记不住啊？服了。我觉得卡通会稍微卡通好一点。好一点。什么什么？卡通建筑物品。我要建筑。建筑很难。我觉得肯定会很难。好，马老师是建筑。我卡通。好，反呀！你是物品组，物品组，建筑，建筑。大本钟是个地方吗？巴黎铁塔，富士山。建筑，建筑。富士山是个建筑。富士山的旁边的房子。长江大桥，桥类吗？还是房？建筑，建筑与桥也是高楼，楼是吧？帝国大厦，十八楼，十八楼，长江国际十八楼，是，抱头痛哭，拱门，拱哦，石拱桥，拱门那个，方形，凯旋门，凯旋门是吗？北京，一个东西，这是积水潭。积水潭，但是它有绰号，地坛、天坛，当当茶，当是什么？当是什么？你给我写，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你不让写不来，我不是当吗？什么建筑是当？当，你给我个建筑叫当的，叮叮当当，啊。这个呢你是那移动的，这个是、啊、火车，建筑哥哥，哎不是，为什么那为什么长江大桥移动？不是，它是一个桥体，应该是过山车，过山车，铁轨，轻轨，火车啊不对，长城，埃菲尔铁塔，巴黎铁塔。天坛地坛，国内的吗？啊，国内的吗？你这是啥呀？大本钟。啊，金字塔。嗯、对不对了。啊，比萨铁塔。哎，我说不倒翁啊。太夸张了吧！巴黎铁塔，你念一念，我念好多遍了，巴黎铁塔了。卡，超纲，米奇妙妙屋，错。米老鼠，成龙历险记，错。功夫熊猫，对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是成龙呢。巴拉小魔仙，错。铁甲，铁甲小宝是吧？小宝不是。那个什么，反正是个女生。代表月亮消灭你。是吗？我不知道。代表月亮消灭你。他叫。就叫代表月亮消灭你啊！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不是这个地，他叫哦，他的台词是这一个台词，知音曼克，五个字，不叫月亮女神，不叫，哎，美少女战士，呀，啥？
迪迦奥特曼，赛罗奥特曼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迪迦。所以我说的奥特曼。对。游乐王者，游乐王者，游乐王者怎么是这样的？游乐王者，叮咚叮咚，游乐王者，你真是一个傻瓜。星际组。蜘蛛侠，柯南。火娃，葫芦娃，错，火龙娃，葫芦娃，火龙娃。我说火娃。他不是火娃，水娃。就，只简单吗？这个？这是个乌龟。火车。穿山甲。坦克。挖掘机。物品。吸尘器。哎。哈。这是扫地机器人吸啊。狒狒。星星。桌子。椅子。桌子。镜子。钟摆。打蛋机。风扇。风扇。这么明显。你不能站掉。你要转头。啊、凳子啊，开灯洞的机械狗，蟑螂，火车，自行车，婴儿车，汽车，四个轮子啊，怎么可能？也有那种，你现在知道那种可以开很快的车，你知道吗？网红。这是啥？你在演没看？哦，那个摇摆的那个玩具，摇摆玩具。玩偶。电池是吧？放电池是吧？在。那就是那个玩具啊。哦，我就。不形象吗？哎，不形象吗？不是，我以为在放电池。哇！3、2、1，开始。辛苦啊，这个。这好难啊！这很简单啊，对啊，我就想。还是像刚刚那样，反着，反着，很乖啊，不雅哈。还有吗？多的去了，还掉一半，差不多了，但是差不多了没关系，说不定我们还搞不了很熟。对呀，可以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就三四个了。哎。
哎，要从头来了，最多三四个。这么难啊！体力活啊，这是个。哎，哎，你把那个放你脚前面的呀。球要多倒出去吧。你要把球弄完。啊！是那个养的那个桥。在哪儿？再倒一下，再倒一下。啊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啊，真的很抽搐，兄弟。还有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哎，老多了。快了，快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弄不完。嗯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可能我们会弄不完？他说你必须弄完才能过去。好。好嘞。抖半天一个没抖出来，你讲抖啊，抖得出来。我觉得还是得像刚刚那样。原来看着这么奇怪。哦。哦。还有。还有，还有，别急，时间就是关键。继续倒。那我还有几个？还有几个？还多呢。多了。Oh my eyes！ 继续走啊！啊！我已经想到了，我待会来的时候的尴尬。怎么坚持不住了？不是，他掉掉不到下面。赶紧走，使劲，快出来了！不对，使劲，球快出来了。抖，继续抖。没有，这样没有，我腰必须得弯得很下。这样。抖。还有一个，对，你是怎么弄的？还有一个，快抖翻了边吗？对，给他立正了，快走，再爬，哎，可以爬，我爬，快爬。不对啊，这轮积分啊，记得挺记得。你怎么过啊？你怎么过啊？你不可能，我不相信你的核心有这么强，能把腿穿到中间去，把这个送上去。他想学我那样。等一下，这个。踩地重来啊！我不能教你，兄弟，我能有办法，我不能教你。笑死我了！太有综艺效果了，哥们儿。可以，坚持不懈是一个，我觉得也要坚持。这个方法，马哥，你真的要坚持一下。你把这个腿放上去呢，对，然后把这个腿拿过来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真无语了。我教你个办法，你横着过，横着这么多，这样。哎，你不是，你直接摆开一点，三边一边。别不是你直接跨过去不就行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为啥要爬呢？哎呦，我好笨呀、啊！我刚才，对呀、啊，我直接摆成这个，我就直接。3、2、1，你也是这样啊？我以为你有什么多高明的办法。我先把这个顶下来。怎么掉？累吧，就最后这几个最难弄了，最后几个了。哇哇哇哇！不是，它绑得很平，你发现吗？还有吗？还有。你臀抬高点，再高点，然后对，就这样。往右一点，往右一点。哎，往左一点，往左。
哎呀，往右，抬高点，哎，抬高点，往后，停，哎，往后给个力，哎，给个力，给个力，给中间，给中间，给中间，往右，往右，哎呦，快点，快点，哎，往中间，还有几个，还有两个，两个，起来一点，哎，对，往后，往后，嗯，往后。哎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往后，往左，往左，哎呀，往左，往右，往后，好累啊！休息一会儿，休息。最后呢，快帮我一下，帮我一下。帮你不了，咋帮你不了了？这个帮我翻过来，这个帮不了。这样其实挺好弄的，挺好弄的。你抬高屁股，抬高，往右，往右，重心往右。往右，对，哎，往左，往左，你别动，我啊，这个球，手动都出来啊，出来了，好了，哎，好累啊。可以，那我一个不能做惩罚了，是吧？那也就他惩罚呗。你们的惩罚我都已经做过一遍子了，对我已经没有什么杀伤力了。杀伤力了。马哥，你有一个问题，你一直没有用撒娇的语气说话。对啊，从此刻起，你必须一直用撒娇的语气，直到拍摄结束。扎个双马尾，啾啾。来。给佳琪哥哥扎皮筋儿，给你扎个好看一点的。我好了。真扎实。哪吒。来钱。来吧，别打！一看就是钱力，体力活真干不了。一看就是钱力广。哎呀，啥？让我重现小丑。我是小丑，你说必须要有这个动作吗？钱？哎呀，别拍了，你直接拍吧，太尴尬了，我顶不住了。你看你，哎，你看你。哇，我当时这个发型，看你尿味啊！我真的好服啊！为什么当时能做出这样的表情来呀？为什么在我身上喷酒呢？你这好像鸟屎在头上了。来吧，拍吧！你像变异了。来，尿味儿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到现在我都做不出同样的表情了。你快点、啊！自然，你得这个，看着，等一下，我给马哥看嘛。这个一两摇，我这个放沙发。看你要玩。来吧，兄弟们。从先试号，快点啊，该你了啊。好，好呀，马上都先过了，你这才开始。你不是这样的，你没有这么多手势。不知道怎么，你没有这么多手势，不能做手势。你是绑架，你要这样，重来。是低着头这样。真你啊，真！还没到你，别拍我，好，快点点。低头，你装什么呢？你当时是这个样子吗？来了。白干了这么多年，这么多年白干了，真的白干了。
下面请欣赏纯享版。我是小丑，我说你不懂，我不说，谁要精彩要自己，世界不能给我。我是小丑，我说不跟你说，我说谁要精彩要自己，世界不能没有我。自导自演自演自娱自娱自乐，我常来自暴自弃自怨自爱自生自灭。这是我第一次的回放，心情好复杂，太好笑了吧！田立国，辛苦了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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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也来一个呗，今天也来一个呗，没有我了，我来拍。哎，不至于，兄弟们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不至于，都在就一起来，身在局中，谁又能？要来就一起来呗。我是小丑，你说你看着我，你说是我丑陋没有用，扶不起的阿斗。我是小丑，我说你不懂，我不说，谁要精彩要自己，世界不能没我。我是小丑，你说你看着我，你说是我丑陋没有用，扶不起的阿斗。我是小丑，我说不跟你说，我说谁要精彩要自己，世界不能没有我。精彩，精彩绝伦的表现。